里是 DM 沈超东，我是败家娘们毛豆们。对，你没有看错，我们的节目改版了，之前叫做话超多，现在改成了沈超多，主要为你提供热腾腾的新品资讯和最超值的折扣信息，购买链接也会贴在屏幕的下方，让你拔草起来更加方便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又有什么好货出炉。沈道将于9月1号推出首个男士系列化妆品 Boy de Chanel， 一共有3个单品，亚光唇膏、粉底液和眉笔。韩国演员李东旭或将成为代言人，首发地也选在了韩国，其他国家要等到11月才能买到。不得不说 Chanel 对于自己的目标群体还是把握精准啊，各位男团小哥哥们怕是要一人来一套。哎，贝琳飞出圆珠笔啦。哦，原来是眉笔。这款4合1眉笔像极了小时候的多功能圆字笔，可以换好多颜色呢，不仅能画眉，还能打亮眉骨做修饰，一支就画出完美眉形，有趣又方便，你要不要来一根啊？这是兰蔻今年秋冬新出的亚光口红，磨砂色的外壳看起来相当高级，尤其是黑金的玫瑰太 slay 了。使用时按压顶端的 logo 图案，膏体就会从底部弹出来，一共有19个颜色，目测棕红系的506和507会是抢手货，反正为了这个壳子也值得收一只。名媛 Olivia 最爱的包包品牌 Melly Melo 升级了 Art Bag 系列，多了更多有趣的标语，比如什么一起迷路吧，我爱上了你，这是你的因果报应 dude， 总之是相当精灵古怪了，3000多人民币就能买到，还免费邮寄全球，确认过眼神是可爱又时髦的小众包了。才过完20岁大生的 Too Faced 又来搞事情了，以缤纷的水果为灵感，出了一大堆新产品，包括粉底液、2个眼影盘、4个腮红、12支唇彩等等，看起来真让人垂涎欲滴呀！现在已经能在 Ultra Beauty 上买到啦。打湿的美妆蛋无处安放吗？ Beauty Blender 专用套帮你解决。镂空橡胶设计，防水又透气，超大空间，一次装下2个 BB 袋没问题，外出携带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沾染污垢了。丝芙兰购买12美金一个。 JJ 在 ins 上发布视频介绍新的液体高光，如同融化的金属一般璀璨流动，能维持一整天的闪光，而且还是素食主义哦，一共8个色，每瓶30毫升，售价25美元，8月24号发售。不买就是亏，是我们所有编辑精心为大家筛选的这一周的超值 deal， 每一个都是我们摸着良心按着计算器给大家选出来的。还在苦恼在美国要去哪儿买日系美瞳吗？Rakuten Global 现有 Look 美瞳75折大促，超多日杂同款，不需处方，买满12000日元就可以直邮美国，赶紧找闺蜜一起拼单吧。 DM 现在有兰蔻独家折扣，只要输入折扣码 FRIENDSDM 就能享受无门槛8折优惠，当家花旦小黑瓶基底液现在只要62美金，明星产品粉水20美金就能拿下，满75还额外送化妆包和2个豪华小样，这么好的折扣29号截止，大家抓紧。本来之前还有特里博西2.5折清仓大甩卖的，有好多热门的包包和鞋子都参加，可惜呢现在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关注我们的账户并且关注我们的节目，我们每周都会教你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心仪的商品，让我们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